NONO 真爱胜天取嫩鸡，马奎尔强碰小猪。在 NONO 进补位台风天，招把小秀才的歌手嫩气朱海军娶进门。新婚夫妻光接吻就被拱了好几次啊，海新娘情都快缺氧，但最紧张的还是……其实不瞒各位说，这是我出道以来最紧张的一次，就一直发抖，再怎么辛苦，这个过程都是甜蜜的。朱海军520登记结婚，今天在大直点花圃办婚宴，离开70桌，总花费约300万元，却碰上台风搅局。重点是我们两个对真心相爱，所以 OK 克服一些，对，连天气都可以克服。你看外面晴空万里，对不对？今天有因为台风，然后少了多少客人吗？台风可能是国外的朋友。就是比如说是今天早上的班机，或是下午要赶回来的班机，可能取消的，有几个打电话来，他们说可能因为班机都取消，所以没办法赶到这样。有没有亏很大？会，不会啦，怎么会亏很大？朋友来现场祝福，就是最好的这个，对，我觉得来现场是比较实际。虽然台风害宾客少了1/3，但还是有不少好友来相挺。台风来太好了。因为风雨生信心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水代表发，水代表他马上要生小孩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恭喜他，早生贵子。好友妥宗康带队来恭喜，伴郎则由吴克群和欧弟担任。马奎尔带着抗癌中的妈妈现身，妈妈气色美美哟。这一次跟海军这么的戏剧化的那种，然后最后可以更娶到她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太幸福了。对，马奎尔的婚事了，完了，你们帮忙啊！妙的是小猪也来了。意外上演，马奎尔和两个旧爱欧汉生小猪同场的好戏，撞成一团的绯闻男女还有。苹果的 online 早生贵子哦，不倒。